黄秋月呢日咧就拍摄无线新剧《威色神探》，见到佢着住呢套婚纱都几有睇头噃，轻轻都有少少事业线啊吓。咁但系秋月 B B， 你着住呢套婚纱嘅时候，有冇谂起你未来老公 Edwin， 又或者幻想下自己结婚嘅情况啊？我着过好多次婚纱噶啦，其实由影婚纱嗰啲相啊，跟住即系婚纱嗰啲访问啦，去到拍剧 keep 住一路都有着婚纱。咁所以每次著親婚紗就係覺得好熱嘅啫。嗯，咁就麻木咗啦嚇。麻木咗啦，我諗都又未知麻木嘅，但係都係一著婚紗覺得係工作咯。係啊，我同 Elvin 都其實影咗婚紗相㗎啦，喺上一套劇。係啊，已經我喺上一套劇已經完成曬所有嘅嘢㗎啦。係啊，係啊。有冇啲傳出即係公開戀情之後，有冇啲婚紗嗰啲 sponsor 主動話 sponsor 你？我諗應該唔會嘅，暫時都好短嘅時間，未去到呢個階段嘅。但係冇人揾你哋情侶檔影婚紗相。咁要問公司睇下公司佢個睇法，佢不嬲有婚紗代言緊㗎，係啦。咁希望佢婚紗代言公司又考慮下我啦，當工作都 OK 嘅。係咪都唔介意同男朋友孖住咁樣？做情侶檔我自己冇所謂嘅，睇公司嘅啫，係啦。